有时候会觉得像做梦一样，觉得不太可能发生，尤其在台湾，啊，或甚至在全世界都不太容易发生，除非你是毕卡索，除非你是梵谷啊，啊，你可能有一个单独永远的你的厅在那边哈，也或者一个馆的，但在亚洲不多很少，啊，这个展览很奢华，啊，那个奢华是说。你可以有这么大的空间放一个影像，它其实只展了一个作品，就是李康生走路，我的作品是这样行走。很奇怪了，就是我很多年前就心里有一个愿望啊，其实我很少愿望的啊，就是演完一个两厅院请我演的一个剧场之后，因为李康生有一个走路的一个表现，我觉得那个走路太漂亮了，啊，很震动我，啊，我心里想说要不要把它变成影像，我就拍了第一个叫《无色》。我大概4-5年就拍了，拍到第7部，最后一部是香港电影节的二度邀请啊，拍同样一种短片，在东京跑叫《无无眠》啊，那当然我还会继续拍，也不太知道资金从哪来。那突然间有一天黄生远就来找我，他就觉得我的这个。概念很适合进他的这个活动中心。他说，其实他私心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美术馆。我就说，真远，你这个建筑是长出来的，好像是一个沙地在海边被风吹出来的一个形状，所以整个展览的创作不是画图，不是设计出来的，是因为这些作品的氛围，因这个建筑的状态慢慢出来了。沙进到展场这个事情，还有水进到展场这个事情，那它可能在维护啊清洁上都要下很多功夫和思考，啊，那整体来说它就是非常单纯的几个元素。非常少的元素就是沙、水，我的影像，好，然后其他就是自然的空气的流动。东北角也希望我能够，为这个地方拍一支行者，叫沙哈，最难的一部哈，可能也是最单纯的一部。最纯粹的一部，因为去东京啦，去马赛啦，哈，那些我可以选择我想拍什么，啊，但是到了壮维，我觉得很难，是因为我有一个很复杂的心情，因为它是观光局啊，我光是到东北角看到那个沙滩，那个海洋垃圾是很多的，然后这是很难的，好，但是我还是做，我还是非常的一直告诉我，这是我的作品。回归到我的行者的系列的概念，就是要你就是看它就是一个时间的移动，完全是尤其小康的走路变得更突出，就是看他走路，而且还是我这8部作品里面最长的，有79分钟，
我真的希望观众愿意坐下来看。他是一个人走路，他可以不停地拍，好，这个是完全是很多人是匪夷所思的，说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？你可以看一部，你可以看八部，还有你还可以看我继续再拍，好，到底是什么？其实我不知道，我说的不是很清楚，但是我知道说他就是要一直往前走，我要跟自己做很多对话，很多挣扎，就有点像以前的玄奘，跟生死讨价还价，说我再去我就死了，我要不要回头？不行，我不要回头啊！你知道，念念经吧，大概是这样子。你知道，他就一直往前走，看的人也是一种修行。我跟深远的作品，他的建筑，我的行者作品，都不是最重要的。啊，最重要就是说，我们在做一个，深远说他在做遮风避雨的动作，我在做一个安静心情的动作。啊，我们希望说游客进来，啊，不管是谁哈，他真的可以有一点点的很不一样的感受，愿意坐下来或者走慢一点。我其实是个性子很急的人，但是我希望生命慢一点。哎，我这几年会觉得认真，因为年龄有了哈，就认真看这个世界。这个世界是很美好的，好，但是我们有时候会很讨厌它，我们有时候会很觉得很疲倦，啊，很厌恶都有。但是你再往深一层看，它本来是很美好的。你懂我意思吗？如果你不慢下来，你就会越来越糟糕。